以神鬼战士一片，勇夺2001年奥斯卡奖影帝的罗素·克洛，在澳洲的农场迎娶了交往多年的女友丹尼尔·史宾塞。这场婚礼并没有邀请任何的好莱坞明星，在罗素·克洛的自家农场举行。婚礼过后，罗素·克洛还免费大赠送，提供婚礼的照片跟录影带给媒体，替狗仔队省下了不少事。新闻最后就带你一块儿去看看这个婚礼的场面，见证他们的喜气。同时也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视午间新闻，祝您今天一天事事顺心如意，我们明天再会。